小黑的都会。丁丁，我拿 DVD 来给你啊。嘿，丁丁，你起到哦？对啊，才拄起无偌久，伊叫贵妇，照顾最好。贵妇。对啊，因为伊是孙女的贵宾狗，爸母拢是官分客，血统真好，所以嘛真贵。伊的名叫做贵妇，也是拄好啦。就好个呢，卡是我奶奶饲到就好啊。妈，拜托啦，给我饲啦，我保证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一只狗的。袂用的，就是袂用的。丁丁妈妈买一只狗给伊，纯正的贵宾狗呢，就够水哦。我嘛想要饲啦，拜托个好无啦。我看哈，你只是一时的趣味，根本都无做好要饲狗的准备。哎呦！讲就不尊呢。这个最好高啊。哎呦，你别在对我行啦。阮家狗啊，你嘛赶紧转去啦！袂用的，你袂用甲我转去啦！你龙狗叫什么叫啊？啊是啊。啊，水里。今日搞外好事，紧走走。小黑家也无伫咧啊。伊嘛无在家，小黑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啊？小强，小强，我听讲前一天恁家楼骹有流浪狗咬囡仔呢，好佳哉弟弟妈妈出现啊，要若无小狗一点不堪设想。哈？小黑，你知影小黑伊伫倒位啊？我亲像迄个妈妈敲电话叫人，家己掠去流浪动物收容所啊。是小黑叫迄个弟弟呢？为什么家己掠走啊？我嘛唔知呀，也唔过我会记老师有讲过，流浪狗被掠去收容所，假使十二天之内无人收养，就会被安乐死，就可怕呢。安乐死，就真厉害，袂用的，袂让你走啦。恁看卖要找狗有在吃无？小黑，你到底在倒位？我把你安乐死了！小黑。妈，咱
带小黑回去哈。拜托，你好安尼养小黑好无啦？你唔是一直想要饲一只纯正的狗啊？才有这么多狗需要给人领养，是怎样要开钱去买呢？也不过小黑是流浪狗呢，就因为小黑是流浪狗，所以才需要一个家啊。你总算了解饲动物是不是纯正的并不重要，领养也比开钱买更有意义。就让我们带小黑回来家，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啊。耶，多谢妈。狗是人类最中心的朋友，会用陪伴我们一世人。这次虽然我领养小黑，也不过收容所里面还有很多让人放生的猫，还有狗。开始说12天内没人去领养，就会让安乐死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一时的欢喜，还有好奇，就把狗跟猫买回去，等到饲生了，或者是嫌麻烦，就把他们青菜等在外面。只有一定用来代替开钱买，卖好人心来代替菩萨，拒绝放生，才会当真正来减少流浪动物。